别动，别动，都别动，晃呢，晃，别动。 华龙一号呢，采用了抗商用大飞机撞击的这样一个ACP 的，我们叫 ACP 壳。那么它的主要的这个功能呢，是能够抵御商用大飞机的恶意撞击。同时呢，作为核电站安全系统，布置的这个安全厂房，我们把它分散布置在核电站的两个方向。 那么能够保证在撞击的时候呢，能够安全功能还能够，这个功能还能够保证，不至于丧失核电站的安全功能，来确保反对的安全停对。 我们采用177组燃料组件以后，反应堆的运行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那么原来从 1000兆瓦，现在已经提升到1200兆瓦左右。我们也通过了 IAEA 的这个核安全评估，那么这个呢，也能够提高我们华龙一号在国际核电市场的 影响力和对于这些潜在用户的这个认知度，下一步呢，我们也进一步的在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个市场，进一步的开拓这样一个市场。那么我们也计划呢，把华龙一号推向发达国家。